把小酒倒上，厕所竟然还关门，怕什么呀？今天赶在夏季的最后一碗羊汤，好多人都收了，我好不容易才赶起来的，这边都没啥人，夕阳都快下去了，竟然还有羊肉，缘分呢。老板还有羊肉汤吗？还有羊汤。哇，羊肉还挺多的嘞，就你一家了哈。哇、哦，汤好浓哎。哎，大姐都刷锅了，幸亏来得及时啊。哈哈，羊肉怎么卖啊？多少钱一斤？全羊70，纯羊肉80。这个是多少钱一碗的？10块的。哦，那是10块的，那肉也挺多的。那我要个20的吧。汤好浓啊，这是说煮了一天的汤了。要大的。对，20的。对。老师，哎呀，大哥这手一看就是干活的手哎，一年到头摆摊啊？哎，我还以为你是种地呢。不种。不种地啊？哎呀，这羊肠子好肥啊！哈哈，这个是羊杂，这怎么像那个羊头上的肉啊？哎，往头上的肉去哈。哦哦，你是下集最晚的一个。一个吃饭的，是那个没吃饭的。嗯，这个是啥？这个羊肾。羊肾，羊腰子呗。哎对。哦，这是20的，可以。这个也叫回锅。哎，回锅羊汤。有羊血送吗？啊，有这儿的，不收费的哈。啊，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忐忑牛，今天啊又来到了临沂的另一个镇。东盟镇大集啊，今天我要的是20一碗的哈，因为它价格说实话有一点点高，是70块钱一斤的全羊，然后羊肉是80，所以我今天要的是20，但是这个20的羊肉也不少了啊，羊血也是免费的啊。告诉你们一个搞笑的事情，我的这边有一个公共厕所，上面写的是现在已经关门了，厕所竟然还关门，怕什么呀？把小酒倒上，哇！人家喝。嘴巴舒服了才是最重要的。唉，嗯。